忍一忍啊。我要不看你啊，身为主管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是有底线的。没完了啊，你想咋的呀？其实我的底线是一年半年我都老开心了。媳妇儿累了一天了，坐这歇一会儿，还差一个菜咱们就开饭。哎，明天我爸五周年的忌日，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扫墓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都在这儿。花呢？完了，花忘买了，我现在出去买上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去了，你把那菜做了吧，我去把这赶紧收拾收拾，我不关门了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好嘞，经理呀，快快，五号楼一单元102，这个琳琳家，我都早都给你调查好了。暗恋琳琳2年多，憋在心里没敢说，突然今天要表白，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哎呀，好事啊，今儿个呀。你俩的事儿啊就包我身上了，快来来来，我呀先给琳琳打个电话，你听着啊。喂喂，琳琳呐，来哪呢？我是你飞哥啊。飞哥呀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经理呀有点东西要交给你，现在呀就在你家门口呢。啊，我没在家呀。哎呀，我家里也没有人啊！你这样吧，你明天到公司再给我吧。呀呀，那可不行不行！你这样吧，你快点回来，我让经理啊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啊！赶快回来吧，我先挂了啊！对，我咋这么紧张呢？你紧张啥？要想成为他家人啊，就得先进他家的门儿。哎呀，你咋进去了呢？呀，你是谁呀？你进我家。你问我是谁，我想问你是谁呢？这一看呢就是琳琳的父亲啊。那个我们是来找琳琳的啊。找琳琳呢？琳琳没在家，你们改天再来吧。呀，还改天啥呀，这都进来都进来了。快点会聊点事儿去叫人呢。啊，那个叔叔好，有点唐突了啊。哎呀，叫叔叔就太客气了，叫大哥吧。呀，妈，这哪能叫大哥呀？这得叫叔，这以后改口方便呢。改什么口啊？哎呀，忘给你介绍了，这位啊是琳琳未来的伴侣。未来的伴侣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你们啊先慢慢唠着，我先走了。这老头多带劲，你瞅他。哎呀，有主啊。那个叔叔啊，我今天来呀、啊、就是想跟琳琳正式把关系确定下来。你看我也不知道你在家，我这啥也没准备，要不这么的吧，我给你磕一个。别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琳琳未来伴侣啊？你知道我是谁不？知道，小飞都看出来了，之前琳琳也没跟我说过你，但是今天我一来呀、啊、我就知道了。你还知道？行，我问问你来，你跟琳琳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啊，我们俩认识2年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琳琳认识的可比你长多了。那必须的。那个，您第一次见我，对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琳琳好的。我什么心呢？放心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啊，那不可能，我这个人别的没有，就是有一颗真心跟恒心，我一定会让您认可我的。你气死我了。行行，我问问你来，你了解琳琳吗？你知道琳琳平时都爱吃什么菜吗？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。她最爱吃我做的菜。啊，对对对，您做的菜才有家的味道吗？就凭这一点你跟我就没配。啊，没关系叔叔，我跟琳琳结婚以后咱仨可以一块儿住。你俩结婚咱仨一块儿过，我在给你做饭。哎，我再给你收拾收拾卫生呗。哎呀，那倒不用了，就是以后我跟琳琳要是有了孩子，你帮忙带一带就行，我也放心了。我站起来。不是小伙，你是喝完来的是咋的？哦，我没喝呀，我酒量不太好，
但是您要是好这口，我高低都得赔。来，正好尝尝您的手艺。你自己喝吧，我喝不下去。啊，那行。加多宝，这是要暗示我家里多个宝啊。哎，我去开门。呀，经理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那个，你不说家里没人吗？这不有个人吗？你过来，来来，我问问你，这谁呀？我们公司经理呀。经理，他来干啥来了？他说他来给我送点东西。他来给我摊牌来了。啊，说你俩结婚，咱仨一起过，我给你做饭带孩子。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他知道你身份了？知道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这不是完了吗？这都忍了两年半了，我刚升的主管现在泡汤了。老公，你去跟他说一说，你别让他说出去行不行？你自己跟他说吧，我看他就来气。我菜上还炖着锅呢，锅上还说是坐着火呢。别忙活了，够吃了。谢谢。太热情了。那个经理呀，你看他的身份你都知道了哈？知道了，都聊了老半天了。啊，那既然你已经知道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也不是故意隐瞒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理解。啊，那既然你理解，那就太好了。经理，你看这件事你能不能替我保密呀？保密，必须保密。那就太好了，经理呀，感谢你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。自己家的事儿，来，琳琳，这花送你呀。你也买花了？啊，明天我爸五周年忌日，我给他扫墓去。哎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。嗯，明天你爸五。那个琳琳呢？嗯，你有几个爸呀？这话问的，一个呗。你爸没了？可不没了吗？我这不扫墓去吗？你确定吗？我明天去扫墓，怎么不确定啊？啊，怪不得说家里没人呢，确实没人呢。那什么，既然你爸走了，那我也走了吧。啊？别走啊！没敢走。干啥呀你呀？你跟我们经理说话那么凶干啥？你温柔点儿。我跟他温柔啥呀？不是，我刚才都跟他说清楚了，咱俩的关系，他答应替咱保密呢，他可能跟你闹着玩呢，是吗？我问问他，你还是温柔点啊，你跟人乐呵的。啊，你们继续聊着啊，我要上后边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去啊。啊，不是，你就别你你，笑呵的温柔点。经理，你过来呀。为什么我就不过去了？我搁这能听着。我问问你，你说你俩结婚，咱仨一块儿过，我做饭带孩子，是真的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哪敢呐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跟你闹着玩的呀。闹着玩的？我闹着玩的，我还当真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能起来。能起来你就赶紧自己起来，这事儿弄呀，花买回来了，我收起来。不是，怎么的，这么就收下了吗？那还咋收了？那你这可比我们家扫墓方便多了呀。斗胆的问一句，这大半天的你是咋回来的呢？我坐地铁回来的。你坐地铁就能回来呀？地铁啊，离我们那儿还有段距离，我又骑了一段共享单车。还骑共享单车？
那你这说回来就回来，你那边管得挺松啊。啊，我在我们那边呢，负责人事，招个人啥的，不用老在那边待着。哎，哎，你要是想去，我给你调过去啊。不了，那个，我和这边还没待够呢，这事儿就让我顺其自然吧。等啥前我不得不去了，我再请你多照顾照顾。肯定好好照顾你。哎呀，看来你们聊得不错呀，难得今天经理来我们家啊，来，正好啊，这有潘掌柜这个酒，咱们一起喝一口啊。来，经理呀、啊，这件事啊，我还请你多替我们保密啊。我不喝了，我来家多保就行。啊、那个，我肯定保密，我说了也没人信呢。那个，我敬您一个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说刚才敬您酒，您说喝不下去呢，是我敬的方式不对呀，别挑理啊。你这经理，你这干啥？你看你不喝也不能往地下撒呀，这弄脏了都。我这不给你爸敬酒呢吗？给我爸敬什么酒啊？你见过他是咋的？我咋没见过他呢？从我进屋开始他就搁这呢。搁哪呢？妈呀，经理啊，这事儿你可不能开玩笑啊，你可别闹啊你。我为啥跟你闹啊？我对天发誓，我眼睁睁看着你爸搁这呢。我咋没看见呢？爸，你在哪儿呢呀？爸，那我搁那坐着呢吗？搁哪坐着呢？现在站起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怎么的？跟着我呢是咋的？哎呀，那个经理，这你真看见琳琳他爸了？叔啊，你不就是吗？你放心吧，你回来这个事儿啊，我谁也不说。你别吓唬我了，我以后啊肯定对琳琳好啊，你安心吧。是你这都哪跟哪儿说什么？哎呀，小飞，快来。这怎的了？跪下！怎的了？我让你跪你就跪，我还能害你是咋的呀？这都误会了，干啥呢你们呢？这哪是我爸呀？这是我……我就是他爸。你说啥呢你？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这俩小子把我当你爸了。啊，现在呀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是你老公，咱们得顺着他俩那条线往下走了。听我的吧。听你什么？顺他俩往下走什么走？不行，你还有半年，咱们再坚持一下子，忍一忍。忍什么忍呢？半年，我半天我都忍不了了。不行，不是你听我的吧？我听听你什么呀，老公？啊，老公，你先扶我起来。这咋回事啊，经理？这不是别人，这也不是我爸，他是我老公。老公，为了我的工作让你忍了两年多，不是装我叔就是装我哥，现在装我爸，又整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你受委屈了，老公对不起。经理，我错了，为了当上这个主管，我骗了公司，也骗了大家。明天我去公司辞职，不是主管我不干了，对不起。老公，咱走。干啥去啊？吃饭去。不是，这饭不都做好了吗？今天我要带你光明正大的吃顿饭，看场电影。啊，让他俩在这吃吧。啊，那行，你俩把这饭菜都打出来吧。出门吧。